could you give us a sense of what it was like there? And what was the mood among the students?北京是的市民，包括上海、广州、香港很多人都到了北京，满满的广场，全都是人。你突然感到整个的这个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像是一片非常自然的这个大自然的一片草原或者鲜花一样，但是你具体看每一个人脸都带着理想，带着信心，甚至有些是带着微笑。我非常怀念中国人在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他们变得很亲切，很容易接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把中国变得更加民主，人们活得有自己的尊严，因为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尊严什么都没有。 Can you describe the level of censorship in China around what happened at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very terrifying because every year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六四、五周年、十周年，你们都知道，一直到三十周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在整个的中国叫全国戒严，一级战备，就是军队的人。 可以发子弹，警察和这个治安全部不准放假。他们都把所有的认为的敏感的人物全部都可以抓起来，有些你不好意思抓，就把他雇几个人看起来带到离开北京，去一些地方去旅游，带他们出去玩，过了这个时候回来。我印象最。 可怜的就是我一个朋友叫刘华，他在这个坦克镇压的时候压掉了一只胳膊。他每年警察会住到他的家里，把他的家里的电话拔掉，在他的床底下铺一个垫子，警察就跟他24小时生活在一起，就怕他见到你们这些外国记者把消息说出去。所以我认为这种。 一年一年，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的头脑已经把30周年把这个天安门事件变成一个极其可怕的一个噩梦。那么，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忘掉它，不提。他们也不跟孩子提，也不跟周围的人提。可能还剩下一点知识分子，偶然有一点反抗的声音，但是很快。 他们就去镇压掉。整个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从大学图书馆到各个这个研究所，已经都不存在了。然后你会在网上，如果你不小心写了个8964，哪怕你换成一个错别字，第二天警察也会把你抓走。每年都有一些人试图来突破。 把这种记忆能够说出来，那么我记得有个华庸，他就在天安门那里，把自己打得流血，写一个字，他被抓了，可能给判了2年才放出来，然后又有一个人登了一个广告，纪念天安门
死去的那些死难者，由于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六四死难者，给登出来了，他也被撤职被抓起来了。那么今年又被抓了一些人，这些人可能是把这个八九这个字改了一下，贴了一个酒瓶子，也被抓起来了。我认为这种在中国的这种审查，他们已经细到了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比如说现在出版的学生字典，自由的字可以有这个自己自卫，但是没有自由，自由这个词在孩子头脑里边要消失不存在了。Would you agree that in fighting for greater freedom, the incident actually led to the reverse happening, that it led to an erosion of freedom for people in China? No. 我觉得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好，而不是希望变成了这个集权者变得更强大。之所以集权者变得更强大，恰恰是因为他们镇压了这些理想主义者，这些对中国希望中国变好的这些知识分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认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对中国的国家制度或者中国的民主的制度怀有一种这个希望的人，他永远是对的。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能，人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这个愿望，就是能够获得自己的尊严，获得自己生活的一种没有危险的一种安全感。但是中国现在虽然我们都说它很有钱很富有了，但是它有个极大的缺点，人人都没有安全感。30周年虽然是一个时代过去了结束了，下一代人没有办法去衔接上，但是这些历史它永远是活着的，它没有死掉，它不是活在这些图片里面，它也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面。